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。娱乐圈里有很多男明星娶了比自己小的妻子，其实这种事儿都还在观众的接受范围内。但是娱乐圈里曾有这么一位男星，因流氓罪被判三年，培养九岁女孩到十九岁与其结婚。他做的这些事情被网友怒斥禽兽，他就是红极一时的张行。张行1962年出生于上海，中国曾经著名的歌手。张行一开始在无线电厂打工，后来张行22岁时凭借专辑《成功的路不止一条》而迅速走红，特别是专辑中的《迟到》一曲，可以说张行就是凭借《迟到》这首歌而红遍大江南北的。张行成名之后不久就被媒体曝光私生活糜烂，还与很多女性发生关系，后来张行居然真的因流氓罪被判了三年。后来张行出狱，名气早就大不如前，基本没有什么人会关注张行的作品了。张行后来声称自己远不是像媒体报道的那样，张行表示自己只是感情生活比较乱，但是并没有与那么多名女性发生关系，而且还说自己是被陷害的。张行后来也没什么好的作品，那么久只能去音乐节目中做评委。张行在节目中跟九岁的尹妮关系非常好，当时张行36岁而尹妮只有9岁，张行私下里也总是帮助尹妮，可以说是完全陪伴尹妮的成长。而后来张行与尹妮竟然有了师生之外的其他感情，张行在尹妮19岁的时候与其结婚，张行与尹妮还生了一个孩子。张行与尹妮的婚姻被很多人不理解，就连金星都忍不住在节目上就问尹妮，张行可以生孩子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。不过事实就是这样，张行大爷你27岁。很多网友还怒斥张行禽兽，因流氓罪被判三年，培养九岁女孩到十九岁与其结婚。网友禽兽，关于这件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吗？你听过张行的歌吗？你们认为张行与你的婚姻是否会继续幸福下去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板进行评论哦。